欢迎收看《离子弓箭声》，我是 Jessica。你今天准备好动了吗？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一个全身性的 Head Workout 高强度间歇运动。那每一个全身性的动作会做30秒钟，搭配之后的30秒钟休息。然后我们接着第二个动作，总共有4个动作，就是4分钟的时间，你要重复2个循环。那在这8分钟的时间内，我们就要把大家的体脂肪好好来燃烧一下。你准备好了吗？